的目光，小人在画中游，似情在梦里淌，魂牵梦绕的水月亮，闭上眼睛是远方。看我们的左手从叉腰位走下线拉长到
到一个斜上啊，斜上的位置上，不要过低，也不要过高。好，那脚底下呢还是刚才的步伐啊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对换方向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个动作我们总共做了五个八拍。好的，以上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舞蹈内容讲解。现在我转身给大家做一次背面展示。造型准备，身体向前喊出水月亮，收回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的，接下来为大家讲解第二部分舞蹈内容。双手放到我们的肩前，注意这个动作，胳膊肘要夹住，同时向右画圈。同时，我们的脚加上，二、三、四，走两步，我们画两圈。随着步伐的上步呢，然后我们的胯部和腰部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扭动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撤右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那教一下，二、三，和我们刚才学过的动作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在做脚下的时候，手要配合着啊，一个是放平啊，不打开旁平位，一个是在我们的胸前把我们的手臂折回来，一二三，好的，快速，右手叉腰，左手放到我们的头顶后侧，右胯向上提起来，一二三四，做两次之后，我们转半圈，五六七八，半圈半圈的转过来啊，快速快速，每次的提胯的过程。好，落手做反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次我们换反面了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扶到头顶后侧，二二三转，五六七八，双手放到斜下方，旁斜下位，手指尖向上翘起来，同样的转身的胯，转胯的动作做三次，一个跳，跨步，一二三跳，回到跳步，双手放到我们的胸前，吸腿两次，吸腿同时呢，我们加上跳跃，吸跳两次，一二三四。是同样的一条腿，吸两次，转身，五六七八，换手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放到斜上方，也是同样的跳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后一次，回到静止位置，总共做了四个啊，两边一边两次的动作，回到了八点方向。再来看一次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转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
八拍。好，做完造型之后，我们重复第一组的教学内容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第二组教学内容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我转身给大家做一次背面的展示。在梦里躺。